skal til landet våre, må dere reise til disse byene her.因为常常真的就有很多梦想清，但是觉得哦，我旅游要去哪里哪里，然后去每个地方，以前都会觉得哦，我只要看过买过就好了，但是。现在会觉得我不想走马看花，我想真的认识那个地方，认识那个城市，这才是真的了解那个地方。而且呢，我们现在出国呢都不想要去人家都去过的地方，或者是说那个，比如说我们那个我们在买机票的时候，就直接直飞那种城市就不想去了。我们想要去那种比较特别的城市，就是转来转去再转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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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去转来转去那种。对，所以我们接下来好好来介绍，如果去你们国家的话，一定要去哪些城市呢？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。好，我们第一棒由我们最爱去的日本出马。好的，正直要帮介绍哪个城市？我要介绍的是长崎的岛，因为呢，长崎的那个特色就是岛的数量，是那个我们是全日本第一名的1479个岛。哇，是那对。那我要今天要介绍的是ここ，那つまがしま，那是汉字的话呢，这样写七个岛，对，七个岛。那所以呢，这边是那个从福冈坐船的话一个多小时，那或者是从长崎坐飞机30分钟的距离。哦，那蛮近的。对对对，那现在这边是20年已经没有人住的地方，对，无人岛，没有人的地方，那怎么玩呢？对啊，那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，很专业的人陪你。哦，然后他教你怎么烧火啊，然后呢，吃的东西也要自己抓。真的自己钓鱼，那如果你的运气很好的话，可以钓这么大的石斑鱼。石斑鱼在台湾也好高级吧？这个不便宜，好夸张哦。因为呢没有电吧，那所以呢可以呢享受大自然的风景。是，对，那这样子的，而且呢最可以期待的是晚上的天空。哇，对，所以会一路待到晚上，住在那边吧？对，要住在那边吗？对，住在这边。然后那个最后一天是怎么脱出呢？怎么离开这个岛？要自己坐一条船，自己划船离开。我刚想说开个玩笑，没想到是真的。那就会到那这边的岛，这个是有人岛，那五分钟就那个刚刚五分钟的距离就会到。所以是海女吗？对，那这边有海女，那一般的海女穿这种的服装，对。可是呢，长崎的是比较特别的是，他们穿紧身衣。哇！对。可是为什么他们穿这种的衣服？那就是因为，有日本的地区有规定啊，海女不可以穿潜水衣，因为潜水衣的话不冷，所以呢，海里面几个小时都不冷啊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担心不太多了。对，所以他们一定要穿这样这种的。现在他们抓了鲍鱼啊、海胆，就放进身体里，对，就只是就可以放在里面。对，比较。然后那他们的海胆也是有3种。那我们平常吃到的是这个紫色的。对。可是呢，这边可以抓红色的，这个是比较珍贵的那个幻影的。幻影海胆，对。但是那个红鱼的是比较浓郁的甜味跟鲜味，对，漂亮。那比较喜欢牛的嘞，也还有那个伊基牛是，这因为是那个四面都是海边嘛，所以呢他们吃的草里面那个很丰富的矿物，对。那而且他们都没有压力的自然的那个环境长大的，所以呢吃起来那它的肉质很嫩，然后放嘴巴就会融化那这种的。长崎和牛。对。那这个还有我们刚刚去了无人岛嘛？那我们看着无人岛泡温泉也可以。有不错哎。对。那这边的泉质是那一般的疗愈温泉规定的15倍的浓度，高浓度的。哇。对。然后还有海上。也有这个桥岛仙社啊，好可爱哦，也有神社，对，所以呢，我们那这样子的退潮的时候才可以走路过去的，然后在涨潮之前要赶快出来，那个岛的那就是显现之地。所以那个岛上面的什么小石头啊，还有小树子啊，都不可以带进来，对，都不可以拿走。那另外还有可以摸摸这个海豚的地方，哇！不是一般来说，好天然的地方，只能这样子摸摸吧？可是不止摸摸，我们还可以一起游泳，还可以游泳，还可以一起游泳，是不是海里面一起游泳？对，所以它很亲人，它不会跑。
不会不会不会。哇，超舒压的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学五人岛、游人岛，两个都可以玩。对，跟我们想象中的日本什么样的体验？对，跟我们想象中日本完全不一样。对，所以呢，大家听完这个城市之后，你要给他几颗星呢？来，我们有星星一到四颗，请选择一二三。哎呦，四颗，一颗，四颗，四颗，一颗，怎么这个很两极耶？四颗，慧颖，慧颖一颗，一颗，大家都很像已经，你不是喜欢露营的人吗？对呀，露营还有手机，还有网络啊，还有我啊。那为什么只有一颗？因为我不会想要去虐待自己，所以我觉得。就不太适合我们。好的，如果你跟老公两个人去，你会容易会吵架，对，很容易。谁说要跟老公？那你脾气好一点啊，脾气非常好啊。好啦，你可以去的时候，去的时候有婚姻，离开的时候是单身的。好的，谢谢。下一位，李毅。你要介绍也是日本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要介绍日本，因为热腾腾的大前天才刚从那边回来。哇！然后我要先介绍的是濑户内海的一个小岛，因为濑户内海它其实就是四国的爱媛跟那个广岛，然后中间有很多大概六个岛屿。这次去的地方是一个叫牲口岛的地方。嗯，这个地方是全日本柠檬产量第一名的地方。哦，对，所以路上呢，你就会看到很多柠檬的东西，包括他们油桶也是。哇，柠檬油桶哎！哇，油桶是柠檬颜色，然后呢，还有就是他们的柠檬零食。哇，全部柠檬的颜色。知道的零食，他会把它全部做成柠檬的口味，什么口香糖啊，对，全部都是像这些饼干我们熟知的，对，那个玉米饼，对，玉米饼它也是柠檬口味，然后各种都是柠檬的酱料，柠檬的颜色，好酸哦，不会不会，我也喜欢，柠檬超级好吃，对，你知道我买的时候呢，我就有买他们的柠檬皮，然后我想说买一包试试看，就打开，我大概十分钟都嗑完那一包，我直接再去买了就是五六包带回家。哦，对，太好吃了。柠檬皮是香味比酸或者是那个苦味还重，没错。然后大家不要觉得小岛好像没有事情可以做，这小岛有超多事情可以做的。比如说岛上面有一个寺庙叫根山寺，是它是一个企业家，然后回去为了纪念妈妈盖的。那根山寺超级美，它是全部都是用红色的去盖，好漂亮。这只是其中一个地方而已，里面全部都是这种色系，所以你怎么拍，你完全不用修图。我这次拿来照片都没有修图，这颜色超漂亮。对，然后根山寺里面呢，然后满满的枫叶给你们看，完全没修图，你怎么走就会怎么拍出这种漂亮的照片。然后所以我就很推荐大家，如果就是去日本那边的话，可以去跳岛，然后各个岛。那除了这边之外呢，还有我有去爱媛县。那爱媛呢，我真的觉得它很棒的地方是。我有去稻后温泉哦，稻后温泉就是日本三大古汤之一，然后据说有3000多年的历史。它因为在整修，可是拍起来还是非常的壮观。哇，听说那个地方是以前神隐少女，对对对，它是汤婆婆招待众神的地方。然后我推荐大家是早上去泡汤，因为它里面只有一个池，不大。所以一次大概20个人而已。那我们是早上去泡，早上去泡几乎完全没有人，只有两个日本老奶奶跟我们泡澡。哇，你大概是几点的时候去的？我们大概8点多去的。哦，那也还好。对，那也还好。然后，所以我推荐大家，如果要去享受的话，其实可以早上去。它其实费用很便宜，才460日币而已。然后不到100块台币。然后这些钱都是用作于修缮它那个稻后温泉的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去的话，一定要去一下稻后温泉。稻后温泉呢，它那个爱媛市区有那个路面电车，所以大家其实把车停好之后，可以直接搭路面电车去。我有影片，就是路面电车，你就在大马路等，然后就会有电车。像轻轨，而且它是橘子的颜色。对，它是橘子，好可爱哦，超可爱。水龙头打开来也是那个，就直接喝橘子。没错，因为它那边是产橘子，所以它的便利商店是有个水龙头，你直接打开就可以喝橘子。哇，天哪！它有很多这种喝
橘子汁的地方，好开心哦！而且重点是它橘子汁有超级多橘子，就是不是我们熟知的只有一种，然后每一种喝起来真的都不一样。然后是要费的吗？要钱要钱。刚刚那个电车呢？怎么就是因为那是一般的电车，可是假日的话，它有另外一种电车是这个叫少爷电车，好好复古，这个是夏目漱石的小说有出现过，它就是很复古，这个是可以搭的哦，可是仅限于就是假日，它有时间，对，所以很推荐大家去爱媛走走的时候，可以一起去濑户内海那边。好的，哎呦，感觉不错啊！听完之后，我们要给这个城市几颗星呢？都是柠檬味了，现在。好，举牌。来宾四颗四颗 ，OK。我们新住民朋友们几乎都三颗跟四颗，分数都很高耶。接下来韩国小车，好的，我们要到韩国。韩国，韩国的部分其实大家去了蛮多地方，我相信很多都了解。那我今天要推荐的一个是。算是中部内陆的部分，名字叫公州，这边很有名的就是像米，然后这个地方还有第二个就是栗子，但是这个地方其实我会推荐最主要原因是它是古迹，然后加上风景并存的一个城市。韩国古时候有新罗、百济、高句丽的三国，这个就是百济的古都，都府就在这个地方，所以它历史非常非常悠久。像春天二月三月，你可以看到什么呢？它整排的都是叫樱花隧道，哇，这样子，你可以看路旁边，因为这个地方算是内陆，去的人比较少，所以可以拍到很漂亮的樱花隧道。那其实春天结束完到秋天，这个地方还有第二样东西，就是叫枫叶。韩国枫叶其实也很有名，它里面有个地方叫假寺的地方，这真的手上可以拍的。其实它前面有大概三公里的一条路，全部都是枫叶。哇，那而且配上后面的老房子，对，非常非常漂亮，舒服。你可以看地上啊，哇，就是还变之前，对，那这个是真的完全变红之后。那韩国的枫叶是比较小颗的，是这样子，哇，真的非常非常漂亮，对，所以它的风景真的很棒。那以外，第二个就是我会推荐大家，还有一个就是它在地很特别，就是有小米酒。韩国的小米酒是最有名的，就在公州这个地方。同时，它这边出产的是栗子，所以它有特别叫栗子口味的小米酒。栗子小米酒，好可爱。因为小米酒会有一点酒的味道，但栗子口味，它那个栗子的香气盖住了，所以甜甜的栗子香，真的。哇，非常好喝。旁边这个是什么呢？栗子这个地方出产的栗子做的。小的蛋糕啊，栗子蛋糕，它中间是有含栗子的夹心的部分，哇，所以非常非常好吃，两个可以配着一起。那同时这边谷类很有名，所以喝的小米酒，你顺便可以吃一样东西叫荞麦面。日本的荞麦面是用沾面的方式，但韩国的荞麦面这个地方它是用拌的同时它有两种口味，这个是干拌的，这个是汤的就看自己的选择，都是冷冷的，都是冷冷的，对，所以很特别，这个地方才会有的。那最后还有一个，其实韩国很特别，这个地方谷类有名，所以养出一样东西，牛。牛啊，牛，这边的牛也是很有名，韩牛的部分市场。肉铺餐厅，反正就把这个拍下来就对了。对，你一定要记得这一家，因为在地非常有名。因为老板自己他有开肉铺，所以自己卖肉，所以直接拿的韩牛来卖的，所以很便宜。那这里最有名的韩国的韩牛是生吃的，生拌牛肉，对，生拌牛肉，然后加上饭之后，你可以变成生拌牛肉拌饭。这里它还放着什么东西呢？把栗子放在一起，韩国的辣椒酱比较甜甜，对，比较甜甜，加上还有点辣辣的，但是栗子就会综合掉它的味道。对，那同时这个饭举牌的举牌的，大家举牌的，饭不贵，大概这样一份生拌牛肉，其实韩国牛肉很贵，但这一份生拌牛肉拌饭大概台币300左右而已。哇，不用这样，这吃韩牛很划算，很划算，非常划算，真的。所以很多人去到这个地方一定会去吃。好，一定要去。公州。好，听完之后你要给这个城市几颗星哦？请举牌。OK， 哇，来宾给蛮高的，你给，你没关系，你要给几颗都可以，怎么会一颗也可以三颗？好，但这边润子给了一颗，怎么啦？是日韩情节吗？因为在这个风景啊，去日本到处都可以看到的风景，可是有韩牛啊，啊，
且的荞麦面也是，那日本有汤的也有啊，这样子的也有啊，而且我们有人的，不要带个人情绪好吗？没有，这是浓浓的民族情怀啊。没事没事，欧阳山给三颗。我觉得你刚才是在犹豫什么？我觉得 Rinzi 说的太好。所以你也是这样子的感觉。不过一方面我知道他是这个行业的，所以蛮尊敬的。可是因为我去过韩国，我真的觉得你是去首尔。对，哦，对对，我觉得韩国人真的很吵啊。只聊公州哎，这个地方观光客很少，因为对，太容易专业了。谢谢，谢谢。接下来欧阳山，好，好的。接下来我们来到了米国了，米国，要去哪个城市？你觉得是最厉害的？最厉害的，因为我是美国人，大都市我都去过，所以今天我特别要介绍一个大家比较不会知道的，就是 Tennessee 的蒙菲斯。蒙菲斯，我们叫做 Memphis Tennessee。所以而且大家不用很怕，因为是比较小的城市，它有直飞，对，可以省你的时间。为什么它很有名？第一个就是它的音乐，尤其是在50年代、60、70年代。如果是很红的歌手，一定是从 Memphis 出来的，发源地。对，发源地。那时候他比好莱坞、纽约给我那些比较大的都市还更红啊。对，所以我提到一个例子，我觉得你们应该都有听过，也就是帽王。哇，帽王，超厉害耶！那时候他就是大家的偶像，他的发型我们远远就看到出来了，看得出来。帽王比较特别，有很多其他的歌星在那边变红，但是他差不多是最大的代表性，所以他也是住在 Memphis。然后因为他那时候发财了，所以他自己盖了一个叫做 Graceland， 叫做雅园。雅园是这个地方，看起来不大，但是他后面很大。那个是他送给他妈妈的。哇，送给他妈妈，真的是铁粉呢。他也送妈妈一台粉红色的卡迪拉克。哦，有，我都会讲。我等一下要 Big Dance。耶，是讲厉害，你厉害，厉害，厉害。然后在他的家里面也有，因为算是博物馆，有一个地区你可以看到他穿过各式各样的表演的服装啊。对对对，而且是每一个那个重要的颁奖典礼什么的。对，然后他有些动作之前的歌星不敢，他那个抖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个喇叭，对。最有特色是他的卧室。今天没有来我们匈牙利的代表，可是他就会爱上。很芭比的感觉，而且在那个年代用这个颜色算很大胆，对不对？对，很大胆。那另外一个在蒙菲斯的这个城市的一个特色就是猫王的录音室。那这个已经变成博物馆，这个 Sun Studio， 可是这个不是博物馆，它是还在，现在还在使用，对，还在用。但是它会让你进去观察。那时候猫王有在这边路过？对，也是路过。那这场你看里面有人，比如说你是歌星，或者你不会弹乐器，但是你爱唱，就像录自己的，就像你一样啊，对，就像你一样，你可以去唱一首我自己想的歌。你晚上七点之后，七点到晚上12点，你可以录你自己的歌。想去录，对啊，纪念，哇塞！然后嘉斯说你就是一个傻瓜，不会唱歌吗？什么？怎么唱歌就傻瓜？这个是叫做 Beale Street， yeah， 这个地方就是 nightlife。我不要讲太长，就是这边有非常多街头上的表演，也有很多 club， 就是俱乐部那些，对，然后里面很多 live， 就是现场表演的，然后有 WiFi。也有厕所，你知道这个很棒。可以跟猫王在同一个录音室录音啊！来，请举牌，一到四颗星，请选择。你对付我是不是？好的，小车一颗、两颗、三颗、四颗都
都有小车，小车为什么给了一颗？我原本想要给两颗，但是后来扣掉了一颗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我如果真的喜欢这个明星或者喜欢一样东西，我觉得我不会唱歌或者唱歌很难听的人，我都去可以去录音，我觉得是对他一种不尊敬。哦，我觉得对他是一种尊重，我可以去欣赏他，可以去了解他，可以去观赏他，但是。我觉得怕他改成已经商业化了，我觉得这就不对了。太商业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去越南了。欢迎大家来到越南。那今天我要介绍的一个城市是海的城市。其实大家如果到越南的中南部，沿着海岸线，其实都很美。那这个地方是叫芽庄。那芽庄那边也有山嘛，所以晚上现在有很多背包客都会在山上自己露营，然后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样子。对，那芽庄那边因为它的地理位置，所以大家可以去泡这个泥浆泉，泡完之后你的皮肤就很滑。对，然后海鲜也是非常好吃，对，像这个是水，这个是水母海蜇皮啊，海蜇皮，海蜇皮，哦，把那个面条换成海蜇皮啊，它是跟米线一起吃，你可以吃凉拌或者是吃汤的，一碗也是很便宜，50-60块台币就可以吃得到。然后海鲜煎饼，哇，芽庄那边也有很在路上大家可以看到，像我那时候去，他在旁边就直接烤一只很大的鳄鱼，因为那边他们有养鳄鱼，主要是拿来做鳄鱼皮皮件类的东西，对。但是鳄鱼肉也是那边的特产，然后螃蟹啊，他们就直接在路边烤螃蟹，哇，好大只，对，一次差不多150左右200就可以吃得到，哇。芽庄这几年其实做得很好，哎，就很多观光客都有去，超多观光客的，好的，好。请举牌，要给这个城市1到4颗星星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都蛮高的哦，2颗。好的，就先问林毅。觉得靠海的城镇，就是比如说像泰国，然后很多岛屿，或者巴厘岛很多岛屿，也差不多就是类似像这样子，就是海鲜很多，饭店很豪华，然后很便宜，对，我就觉得岛屿差不多就雷同这样子，但我觉得也是可以给4颗，没事没事，雷同啊，可以凯，我觉得也听起来很不错，但是我没有给你4颗，是因为我不太喜欢太热的地方。其实现在去芽庄的话不会太热，因为它算是属于中南越的地方，那南越才会是全年是热的，但是如果是中南部的话，这个时候台湾是冷的，然后南部越南南部是热，但是那边是凉的，所以就很舒服，所以不会很湿吗？潮湿？不会，不会很湿，不会，不会。像我那时候去，我看到陆客一堆人，他们是去批什么？是批越南的蛋壳画。哦、对，就是他们是用鸡蛋壳，然后因为那边有很多手工的，对，然后用蛋壳去画，去弄成艺术品，艺术品，对，所以他们超多的。我看好多导游都带一队人，然后去那边批货回去卖，对，所以去芽庄的话可以看到很多手工艺品，而且那边是不是有个鸟巢咖啡？对，哦，那我给4颗，立刻改，不错啊，好，谢谢秋儿，谢谢，我们去泰国喽，好，欢迎慧怡。哇塞，泰国还能怎么玩？对，我今天想要介绍一个就是很不错的一个城市。这个城市呢，它叫那个乐，等一下哦，中文叫和乐福。和乐福。那泰文的话叫 Nakhon Ladsima。但怎么差那么多啊？对，但是因为它的名字太长了，所以泰国人也是简单的说Kolat 而已。Kolat。对 ，Kolat。它这个城市呢，它是有历史的大城市，它有一个地方叫俾麥古畿公园，这个地方它有大概1000年的历史，然后它算是在泰国是最大的古迹，
石头城堡，所以哦，你们喜欢那个有历史的地方的话，可以去这边走一走，然后门票非常的便宜。是，它还有一个大山公园，然后最近新开了一个，我觉得很不错，就是你可以一秒到日本的，飞出泰国，对，飞出泰国，然后到日本的感觉。哇！然后它就是有那个北海道花园。哇！对，然后这个地方呢，它的老板是日本人，所以它全部里面的装潢啊设计，全部都很像你把北海道就是搬到了，对，搬到泰国的感觉，在泰国遇见日本，然后老板有多想家，它里面呢，老板很贴心，他怕你说只有环境看起来像北海道，对，但是没有，他还有带一些美食，要吃的，对，他还带了那个草莓大福，还有草莓冰沙，我老板在哪里？我先回家了，是在泰国。然后这个价钱非常的便宜，因为这个城市呢，它就是物价非常的便宜，对，所以这两个才大概100多块哦。哎，所以我们吃到日本的品质，但是我们是用泰国的物价，对，没错。然后呢，这边的民宿饭店非常的多，然后大部分都很漂亮，但是我今天要介绍一个，我觉得你们很应该，台湾很少出现这种。房型就是它这个房型呢，它是盖在山上，然后它是独栋的别墅，哇，好，然后很漂亮哦，我给你看照片，好漂亮哦，然后它房型里面也非常的漂亮，它是小木屋是不是？对，小木屋，对，没错，然后它里面都是用原木的，他们里面还有餐厅，然后它餐厅里面的桌子就是设计像鸟巢一样，所以你很喜欢鸟巢。鸟巢，好可爱耶，好像咖啡杯哦、喔。对，没错，然后它还有 Skywalk， 对，就是空中步道，对。然后看你就是喜欢拍照的人物，我觉得非常的哇，天哪，太美了啦！白天晚上拍照，可是凯不会热哦，不会热，凉凉的。对，这个时间去真的不热。然后呢，到 Kola 这个地方，我是推荐一个，就是只有 Kola 才会出现这道菜，就是。我们泰文叫那个 pad mi kola， 就是 kola 炒米粉。它这个 kola 炒米粉比我们的泰式 pad thai 还好吃很多，所以你们去 kola 的话可以点这个。一定要吃，对。哦，不错，哎，各位。两三千就一碗了，对，好的，去泰国又可以享受日本的东西。你想给这个城市几颗星呢？请举牌。好 ，OK。两颗、三颗，哎。安德利亚给四颗。对，我一定要给四颗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非常喜欢泰国。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有可以放松，然后又可以拍很漂亮的照片，然后又可以吃好吃的，就是很完美的地方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慧英。介绍是南法，因为我11月中刚就是从南法回来，但是这一条南法的蔚蓝海岸的城市，你在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叫 Central Pace， 它其实是很多的名人、还有皇族、还有好莱坞巨星，他们都会去度假的一个地方。它其实是一个古城区，所以它所有的房子看起来都是灰灰的。抬头一看，说：“哎，这个旧旧的那种，很像那种古堡的是什么？”是 LV， 就是它每一栋的旧建筑里面，你只要抬头一看，不是 Hermes 就是 LV， 就是 Dior， 你就傻眼，想说这不是一个海港城市吗？怎么会就是世界各大精品都在那里？然后我在里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就是小房子前面，它的门口大概就是我们这样这么大而已。然后我说这是什么？然后他们就说哎，是 Dior 哎，然后它入口超小的。然后我们一进去，天哪！你进去是 Dior 的商店没错，但是你穿过 Dior 的商店，竟然是一个大庄园，是一个花园 cafe， 就是 Christian Dior 他的旧宅，他本人的住宅，然后改建成一个咖啡厅，这就是他整个后阳台的景色，就是你可以在那边享用下午茶，然后可以享用餐点，然后我带影片给大家看 Christian Dior cafe。哦，这就是它的门口，对，小小的门，哎，好漂亮。然后就是很多的阳伞，然后大家都穿得很 fancy， 在那边喝下午茶。跟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精品店完全不一样。
对，好去哦。这是它的后门哦，就是它前门是一个很小的，哦、你看可以先丢的那个。哇，那个杯子多少钱啊？然后它整个氛围是不是会让你觉得有压力？通常我们逛精品店不是会觉得那个压力好大？对啊。Sales 一盯着我看。对啊。他们那边 Central Place 的 Sales 超级无敌热情。然后我们进去的时候，那个 Sales 全部过来招呼，我们想说，没有要买，只是逛一下这样子。那时候我朋友就想说，他服务那么好，那我买一个好了。然后他就看到那个 model 身上有一个小包包，他说，那这个就是粉色的包包多少？那你一定想说那个Chanel 大概十几万起跳小包包，之后他就帮我们等，我帮你算哦，退税什么什么，然后就我就看到粉色、白色，我就想说我出一个难题给你好了，你一定没有，我就说那有黑色配金色的吗？黑色超，然后他马上这种都要配货，对不对？那是最经典的。他马上就有，然后就去后仓库拿出来黑色、金色给我，想说哇，不买不行，哇塞，现在不买不行了。对，就是这个，然后我要请大家帮我估价，就是 Central Place 它的退税可以刷卡可以到12%到13%，应该十几万，12.5万。13, 来宾猜一下，10万，差不多12到15万。对，然后他day退税的时候说一个95000。哦，天哪！我们就一人买一个，四个女生一人买一个。而且他我们走的时候，他还传简讯说，如果你以后需要什么，你都可以先跟我说。人好好，还一个一个传简讯。哎，那如果一般的话，你如果要配货的话，要买到这个前面是要花很多钱才能买到。台湾13万。哇，对啊，所以我立刻就是对，然后我觉得很惊讶的，真的。对，值得，就是除了买到喜欢的东西之外，然后而且晚上超热闹，晚上还有游艇的俱乐部，就是到了那个 night clubbing 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在游艇上，然后看着大海、蔚蓝海岸，然后就是音乐一下，然后拿着红酒就咚哧咚哧咚哧，我觉得白天完全不一样。对，大家就是白天很 chill， 然后晚上就是什么事都可以做，开心。然后重点还有那边的。就是 waiter 或是走在路上的男生都好帅，就是游艇下来不是比基尼女郎，然后就是那种穿着那个沙滩裤的男生，好，一到十个星，请选择。哇，你这样讲，大家都想去了。我听到后面的那句，我都给四颗，来宾都四颗，哇，这边都四颗，三颗，两颗，哦 ，OK， 谢谢。下一位陈一凯，挪威的话，你可以去我们北部的特罗姆瑟。为什么那么多游客上去那边？就是因为我们的极光。哦，对啊，极光，哎呀，这位是极光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最好的方式享受看极光，就不是住在普通的饭店，是，你要住在一个冰屋。哦，冰屋。但是我们的冰屋也不是。送冰做的，但是是玻璃的，所以就是你可以躺在床上，然后一边休息一边看极星，喝着热巧克力，极光跟星星，看极光。对啊，除了这个冰屋呢，我们还有冰旅馆。哦，对啊，它真的是冰做的，对不对？真的是，真的是很好看。对，真的是。吃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海鲜，我知道你们也。有讲过你们的海鲜，但其实你们的海鲜比不上挪威的，对，因为你们那边比较冷啊。对，是因为我们的海，我们的海的温度，我其实就是很低。对，你们知道挪威很有名，我们有鲑鱼嘛。对。但是鲑鱼其实很便宜，但你要吃贝类，会贵一些。所以龙虾。对，龙虾肯定会干。一顿饭可能要3000到5000，但他们那边物价本来就比较高一点，那 OK 了。对啊，而且这个不是每个晚上要回吃，对吧？而且这样你损失比较多，而且就肯定会吃饱。嗯，对。然后还有螃蟹，对啊，好肥啊！我也不知道你们会，但是我们爱加柠檬。哦，有啊。那你有吃过台湾的螃蟹吗？没有，因为其实我对海鲜过敏。你要给四颗星吧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还有除了海鲜以外，对，除了海鲜之外，我还想说，我们算我觉得哈是全世界最好吃的巧克力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不可能。没有。你有吃过吗？你先不要讲话。认识人静，因为没有，我知道你们那边也很好吃，所以它只有这个口味，没有，有很多超多，但这个是一定要吃的。对，那你去挪威的话，一定要先买
这个巧克力，好的，带回国。好，对 ，OK， 去挪威看极光。OK， 大家不要把一些全世界最好吃的巧克力，不要说一些话就那个。好，请举牌，一到四颗星。OK， 来宾全部四颗，是的，我们这边四颗、两颗、三颗，欧阳三给两颗，是因为我本来是纽约出生的，又住过波士顿很久，冷天气我实在是不是那么喜欢，怕冷。然后那个极光是好看，可是我如果是整个晚上就看极光，你可以把窗帘关。没有，真的，这你看极光的时候，真的你不会看时间，因为那么真的太漂亮，然后而且就是。是你真的没想到能看到那么漂亮的，我看照片就觉得很漂亮就够了。好的，每个人追求生活不一样。OK， 好，谢谢，讲得很好，讲得很好。好，接下来陈真。我上上个月才从西班牙回来，我去15天。然后我觉得这次我要介绍这个城市，其实是个冒险之旅。因为呢，它叫这个阿尔巴星到特鲁埃尔，它是一个小小的小镇。我在当地的那个西班牙的旅游说，他们里面跟我说，这是西班牙250个小镇里面连续6年第一名的小镇。哇！是西班牙当地跟我讲的。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我们在这是它的车站。然后呢，他们的建筑很特别，是你通常在法国或意大利啊，你会看到很多洛可可或巴洛克式的建筑教堂。可是你来他这边的教堂或者他们的车站，他们的这个建筑叫做莫德哈尔式建筑，就是呢，在纪念当时基督教徒跟伊斯兰教徒他们有大概200年的和平，是没有打仗的，所以它是非常混合的。然后这个地方它是世界文化遗产，因为它是全世界莫德哈尔式建筑最集中的地方，所以你会觉得它，你看这个啊，而且我告诉你，它最特别。地方是，这只是车站，它是整座城市是看到宝，拍到宝。所以你走到任何地方，它都是千年古迹，但是它不需要，你额外花钱。对，然后你看它空间，哦，对，就是，然后它随便的一砖一瓦，它都是红墙。然后最有名是它，因为它是个中古世纪的城，然后里面有很多这种大碉堡，然后你碉堡上去啊，可以看到整个阿尔巴星的全景。然后呢，里面呢，你可以上它那个城，大城门上去之后，它有很像。那个像我们的长城一样，就是他们以前的雕龙，你可以在那边，你就可以幻想你是中古世纪的那个女，就这样女王，然后在微服出巡的感觉。然后里面有那个很好吃的那个 churros， 你知道，就是西班牙吃的 churros， 金拿棒，它是可以让你选，你要生巧克力去沾，它会给你一杯。然后像我一模一样这种大西班牙炖饭啊，如果我在巴塞罗那吃的话，我这样一个炖饭可能台币要大概800块左右，可是我在那边就是对折，都是什么基本都是对折，就是你份对这么。就是你分量其实比吃的可以比巴塞罗那多，但是大概都是对折，而且他就是他们乡下人就很好，就是你在吃的时候，他就会跟你讲说，哦，这是他们做的小菜，然后叫你来吃看，跟你聊天，可以了解当地文化。然后里面还有他们有名的烤乳猪，然后因为我们才2个人嘛，我跟我老公没有办法吃掉整只烤乳猪，他们有这种2个人，他是先烤过再炸的烤乳猪，非常好吃，然后很 juicy， 你咬起来外面超级酥，然后里面超级 juicy， 但是它。这一大盘哦，因为烤乳猪在台湾吃也蛮贵的，对不对？这个500不到400，哇，超级划算。对，所以你知道我每一次去付钱的时候，我都会再跟他 double check 一次价格，就是每次都不敢相信，就是我们听我怕他少算什么，我说哎，我有点2杯酒哦，然后什么菜什么菜，然后讲哎，对，这样子，开心，就是很划算。那直接给，对，一到四颗星，请选择。哇，这应该是今天最高的。第一个我本身前面我都给的很低了，就单纯我个人，好感人，同时我觉得那个一些建筑那我非常非常喜欢，我已经想要去看，重点加上它的风景真的很漂亮，然后吃的东西也很多，对，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棒，哇，谢谢，谢谢，接下来是安德利亚，瑞士，好的，我们瑞士了。对，其实瑞士有很多地方非常漂亮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很难挑。所以今天我想要带你们去一个法语区的地方的城市，然后又可以学到东西，然后又可以看风景，然后拍美照。对，这个地方呢叫做 Vevey， 这个地方呢就是在法语区，然后它是离日内瓦大概搭火车1个小时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其实它有很多地标是很有名的。那其中一个是
你们有听过的婴儿食品的那个牌子 Nestle 吗？雀巢，对，雀巢发明这个牌子的人叫做 Henri Nestle， 所以他就是是瑞士人啊，嗯，对，所以他的那个总部在这里，然后也可以参观这个博物馆，对，然后可以学到哦，这个牌子怎么发明啊，他们是做什么样的，怎么发明出来的故事，对，没错，所以就是可以学到东西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你们知道英国很有名的演员 Charlie Chaplin， 嗯，对不对？所以卓别林，对，所以可以去参观他的博物馆，哇，哇，卓别林的草皮耶，对。其实好厉害哦！他本来是英国人，但是后来退休的时候，他就决定来瑞士。那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呢，他想要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过世了。对，所以他就是住在这里。然后他过世了之后，就变成一个博物馆。所以这里也可以去学到关于查理·查宾的事情啊，他的电影啊之类的。嗯，对，卓别林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想要拍美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可以搭这个复古的火车，就很可爱。然后他会带你上山，对，带你去上山。那他其实在搭火车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葡萄园，因为这个城市的葡萄园很有名。这个是其中他们的红酒，对。但是最有名、最要买的是这个白酒，对，因为它是从这个葡萄白葡萄做出来的，然后其实它会有一点甜味的口感，还有一点草莓的味道，对对，所以它都听起来是蛮好喝的。最棒的伴手礼就是最棒的伴手礼哈，还有最美的风景。cheese 锅啊什么，你是到瑞士一定要吃巧克力锅，对，因为其实这个白酒可以配海鲜或是 cheese 锅，所以也是可以一边吃 cheese 一边呢喝白酒。哇，好。我们来请选择一到四颗星，瑞士。你给这个城市几颗星呢？好，四颗、四颗、三颗、两颗。我们来宾是四颗、三颗。李毅，为什么？不错，三颗蛮高的。因为我在那个什么网上有看到瑞士起重机非常非常美，就它的道路我觉得很漂亮。然后瑞士本身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，但是就是考虑的就是瑞士的价格，哇，瑞士的价格真的有一点点高。但此生要去一次，对，但此生一定要去一次瑞士，所以还是给他三颗。人生一次，好，所以今天介绍了很多，我们真的可能没有去过，也没有想过。对，是，但他们真的很值得一去，让大家可以开开眼界。对，可是我觉得有些国家他们的物价虽然高，但是我觉得此生去那么一次的话，对呀，要啦，不枉此生。哦 ，OK 啊，今天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咱们今天节目下次见，拜拜。萨迪卡，想要看更多精彩的影片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开小铃铛哦。